奥联手三零三对决执行之龙，鸡进来了。搞砸一切的居然是我自己，真是讽刺。我可以把这个世界最后的希望托付给你吗？你现在到底是谁？你是贝尔芬格，还是伊蒂？我是。现在只有我和沃尔夫能阻止他。莱托，莫影王，帮我把这个保管好，我大概不会再回来了。你们两个居然敢这么对我！没想到我们三个会是这样的结局呢。小英雄也死下，小英雄。刚刚我脑子里的是姐姐和年轻的执着老太太，还有小美和 him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喂，继续说我妹的话题。去，懒得没人安静一会儿，从上级叫到这级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三零三被我只用一拳。没想到居然给你恢复了一些力量。不过不只是贝尔芬格，还有那个家伙的份儿。看来你身上还有秘密，正好我们俩能冷静一下，一会儿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你呢。怎么回事？不是吧，小黑你一拳就把要塞打塌了？怎么可能，不想被压烂的话就赶紧离开要塞。不只是要塞，整个下界都在震动。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龙吗？总之先阻止他吧。你看那只龙周围的区域都已经开始瓦解了，下界被摧毁了，我们也跑不了。就凭你们三个废物！灵魂杀，你要干什么？回来了。你以为是谁把你放到史蒂夫体内复活的？好了，这下加上你，我们有四个废物了。没想到又要和你并肩作战了，臭白猫，可别又死了。先试试这个大家伙是什么水平吧。皮还挺厚的。怎么样，煤炭精？被封印这么久，还会打架吗？再怎么样也比你强点。看起来半斤八两吧。这龙不太好对付啊，感觉不像是这个世界原本的力量啊，和我一样吗？嗯，那是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们从哪儿开始打？脚趾甲吗？太夸张了，完全不是一个体量的。哎，加德，你不是被三零三改造过了吗？要不你先上？你还被那什么恐惧魔王强化了呢？你怎么不先上？喂，接着，你是诡异森林的艾尔。我在那边捡到的，有点碍事，交给你们了。龙，好重的伤，你别说话了。放心，我们会帮你揍那个龙的。求求魔影龙大人。姐姐人在哪儿？你说的魔影龙姐姐不是执行之龙，就是暴走的魔影龙大人，你被传送到下界，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